上见了。哎，一个大子，哎，太太来了。停这停这停停停。收购辫子，收那破头发干嘛呀？我不知道啊。谁的主意？老爷说的。我找什么主意？老爷，太太来了。老爷，太太来了。哟，那收头发是谁的主意啊？我的主意啊。你出的什么破主意啊？咱们是洋行，您收这东西算怎么回事啊？你看，你看，不懂了吧？太太，你没发现吗？最近满大街在捡辫子，如果天津卫所有的辫子都卖给咱，多大个一买卖呀、啊！就那辫子堆成山，能值几个钱啊？不是，你看辅导人家啊，要不怎么说头发长见识短，得捡辫子。去，论斤称肯定是不值钱。万一哪一天上边来了法令的，要重新带回辫子，那就得论根卖了。行行行，我不知道你在这想什么。哎，我跟你说，我几个姐妹说，现在德国的染料特别好买，你抓紧进一批啊！哎，得了，我渴死了，我进去喝口水啊！哎，哎，老爷，哎，那辫子还收不收啊？收啊，来多少收多少啊！啊，哎，哎，等等，你这个辫子给我保留好啊！哎，那老张那也没剪呢，一块保留好。哎，好了，哎，哎，快！哎，要不你也剪了吧？我才不呢！要不我给你剪，剪下来给我还能卖钱呢。你敢？我就敢！我趁你睡觉的时候悄悄的剪。你再胡说！我就胡说。镜别戴，我怕姑娘。
娘认不出我来。老爷，您看您说的，哪有自己闺女认不出自己爹的？十年了，十年。帽子，帽子。啊，戴上，戴上，戴上。慌里慌张的。怎么样？哎，嗯，要不要去码头跟我一块接闺女？我就别去了，这都十年没见了，不知道认不认我这妈呢？哈，我就。喂，哦，在在，哎，韩奈根，根老板，孟兰才，你赶快去仓库，有一群地痞流氓在找麻烦呢。地痞流氓，领头的是谁？韩武啊。韩武，韩武，韩武。光天化日之下，你想干嘛呢？啊，韩武！呵，孟买办来了。哟呵，猴上树了。问你，钱带来了吗？什么钱？什么钱？保护费呀！告诉您说啊，今儿不交保护费，你这货甭打算出这门。哎，韩武，那保护费前两天我派人给你送去了。你叫谁了？我怎么没见着呢？齐飞。怕把钱交你了吗？没有，哥儿几个，你们谁见着钱了？没看着。听见没有？听见没有？孟买办，别磨蹭了，铜块儿，五千块，见着钱，我们哥儿几个磨头就走。韩武，咱可都是中国人呐，啊，你犯不上为了日本人跟我犯浑呐。你甭说这个，甭说这，我不爱听啊。日本人怎么了？日本人怎么了？你不还给德国佬干买办的吗？算了算了，把钱给他们就得了。诺诺诺，老板，这不是钱的事儿啊！你看这架势了吗？啊，这是故意找茬啊！我跟你讲，这肯定是袁田这个王八蛋背后指使的。我说，哥几个，瞧孟买办这意思是不打算给咱面子呀？咱们该怎么办呢？砸了他的货！哎，砸他的货！我警告你。这些货物都是德意志帝国的财产，格瑞门的。少来，骂门呐！骂门我也不认。这儿不是你们德租界啊，我能怕你吗？还德意志帝国，你鸟帝国，鸟帝国！走，走，快快！哎呀，你就跟我走吧。干嘛呀你？你回去。这有你什么事儿啊？我也去看看了。哎，哎呦，这种事儿，没准是要真刀真枪见血的。我不怕，一身武艺正愁没地方使呢。再说，不还有你保着我吗？哎，求你了，二喜哥。可师傅不让女孩掺和这种事儿。那我扮成男的不就行了吗？不，你真的不怕？那你到时候别乱动手啊。行，那你等我。五千块，诸位这样就可以了吧？银票啊，你收好了，还五千呢？你刚才明明说是五千块呀！老规矩，中国人五千块，外国人加倍。韩武，你什么意思啊？啊，诚心找茬是不是？我告诉你。今天你要是敢砸我的货场，我孟来才给你死磕心吗？哈，男的死磕。咱们爷们是吃咸盐长大的，不是吓大的。齐飞，孟来才跟这德国佬要死磕，你说怎么办？砸吧，砸了他的货，砸！啊啊！谁敢在这撒野？怎么的？啊，跑这儿管嘛闲事儿？管闲事儿。孟来才是我大哥，谁欺负他就是跟我过不去。哎呀，你口气不小啊！你想，齐飞，哎，这人干嘛呢？不认识，不认识，不认识好啊！让他见识见识咱们马王爷范志远。师傅，您边上歇着，我来就行了。齐飞听见了吗？听着，往前走一步啊！那就别伸着了。来吧，快！
白弄他！他妈上去打呀！千万不能上啊！这要让师傅发现了，可不得了！听见没有？兄弟们，赶走吧！我爸为什么没来接我呀？哦，老爷一早就准备来接的，可偏巧杨洋说点紧急的事儿，就脱不开身了。哦，谢谢啊，这是我们老板的心意啊。谢谢，多亏了诸位好汉啊！谢谢了，诸位多多帮忙。客气了，客气了，我们也是冲着孟哥的面子。老爷，家里人说小姐接到了。不是，实在是抱歉，我家小女今天从国外回来，我不能陪您喝酒了。改日我一定请你喝酒。你忙，干嘛？干嘛？认了，爸，我回来了。好啊，好啊。来来来，爸爸看看，爸爸看看。好，回家。
彩娜，哎，来了！过来看看你闺女回来了。哎，看你闺女，闺女。哎呀，小云长这么高了，这么好看，呀，挺好。哎，他刚才管我叫什么？你，我没听清，你听清。哎，小云啊，来来来来来。叫妈，叫妈！这么多年你不在家呀，你妈把这个家看得可好了。不为难孩子，不为难，不为难啊。妈，哎，我这你没听人叫过，不习惯。你路上累吧？啊？啊，不累，不累。休息会儿，休息会儿。啊，爸，我那个行李箱呢？柳条箱。小笨蛋，哎，来来来。把小姐的柳条箱拿过来。好嘞，爸。嗯，看我都给你带了什么？德国的烟斗。哎呀，好好好，爸爸喜欢。这个烟丝。哎，好好好好好。还有这个，你肯定更喜欢，比利时的红酒。哎呦，爸爸喜欢，爸爸喜欢。这个帽子，英格兰的礼帽。哎呦喂，怎么样？爸爸帅吧？爸爸，你还是和原来一样年轻，特别好。怎么样？老爷有派吗？啊，有，老爷有派，最有派了。该做饭了吧？对了，给你妈带了吗？我带了，我忘了。妈，哎，妈，这是我特别给你带回来的。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妈，你拿着吧，法国的香水，还有这是意大利的包包，我又送给你，我还有呢。妈，妈，走走走，我还给你带了丝巾。我哪能用这么高档的东西？呀，闺女的心意。还有这个，哎呀，黑衣服特别好看。这什么呀？这个是？这个是丝巾。哦哦，这个。看吧。这个也是西班牙的丝巾。哎。哎，好看吗？好看，真好看，漂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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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哎呀，还是闺女好啊！啊，我孟来才算是得了计了啊！行，后天晚上我举行一个盛大的 party， 把天津码头各路名流全部请到咱们家，为民解放。嗯。哟，这是什么？哎，这是什么呀？舍不得给爸爸看呐，这是我送给韩秋哥的。啊，我说赵韩秋这小子啊，挺有福气呀！啊，哈哈哈哈！来了，来来来来，过来，正好正好。袁田先生，您终于来了。韩武啊，哎，我让你必须把货砸了。你却把事情给办砸了，你还有脸来见我吗？啊，不是，袁田先生，不那么办事儿。原本啊，我以为是手掐把攥的事儿，可谁知道啊，半道出来一合家伴，不也不知道是哪儿来的。您说，哎呀，真让人同情啊！您看看，您看看，你韩武不是号称天津卫的小霸王吗？啊，就这能耐？也不是。我呀，我大意了，我轻敌了，我少带了俩人，就差俩人啊，这优势就在我们这边了。下回啊，我行了，别走了。袁田先生，钱您还没给，下次吧，啊，下次办得漂亮再来。现在你还没这资格，是吧？哎，不是啊，袁田先生。不，这医药费您总得出了吧？哎呀，韩武，你真好意思说出口啊！韩武，回去，好好把身体养好，要做大事。滚！哎，我这事儿还小吗？别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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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冲动！别冲动！日本人呐，就这个驴脾气，这说翻脸就翻脸。呸！快走！你等。嗨，别跑了，别跑了，没追上来。那帮日本人，哎呦，日本人呐，合着咱白跑一趟，那日本人忒不是玩意儿。对，大哥，
咱就该教训教训原田那王八蛋，让他知道这咱大爷是谁。别别别，往后咱们爷们儿还得在日组界混饭吃，犯不着现在跟原田这孙子翻脸。齐飞啊，哎，你受罪了啊！大哥，我请你吃羊杂儿。哎，你数钱啊，大哥。怎么样，小爷，喜欢吗？喜欢吧。好啊，爸爸怕你在国外待的时间太久，回来不习惯，特意给你找了个人，按照西方的格局布置了一下。我觉得挺好的，中西结合嘛。好啊好啊，等爸爸给你弄完那个大派对啊。爸 ，party。哦哦 ，party。好好好好好，都一切都弄好了，我带你到洋行转一转，你进到接管，这样我和你妈就省心了。接管洋行啊！我再给你找个上门女婿，咱们这个家就齐了。哈哈，韩秋这小子不错啊，就是温了点儿。爸讨厌。呀呀呀！快起来。哎哎，我和煤矿高大杀人多，妙，韩秋。你这画画的真是太妙了！怎么样，袁世凯要是看了，肯定会七窍生烟了。韩秋，这一看就是骂袁世凯杀人如麻的，你还嫌惹的麻烦不够啊？我们在租界里，怕他干什么？哪位是赵韩秋先生？我，你的信。哎，谢谢。哎，我看看是不是又是德国来的。人家已经从德国回来了，中德两地书到此结束了。嗯，还真是他哎！哎，我是坦白，我还没总写信的和你什么关系？真的想知道啊？啊！我说你这好奇心怎么那么强啊？哎，快点说呀！这么跟你说吧，这个小云呢，就是我从小一起长大的邻居。原来是青梅竹马呀！嗯，怎么没有，我一直把她当妹妹看。妹妹，嗯。哎，对对对，说点正事儿，这个呢，你再帮我加段文字解说。行，拜托啊。哦，远方的恋人回来了，你是急不可待呀、啊。哪儿跟哪儿啊？什么恋人呢？恋人有是有，不过呀，是个日本姑娘。真的？日本姑娘。瞧见了，那小娘们就是原田俊雄的妹妹。嗯，过去逗逗她。好啊，给咱俩拉出口气。走。哎，千棒。去。春子，怎么了？森森，他们抢了我的钱包。等着。光天化日抢劫啊，胆子不小，拿来，拿来。看看少了什么东西没有？多亏遇上了您，都不知道要怎么感谢你。真是的，你是我学生，干嘛那么客气？
刚才真是太狼狈了，还差点让您……那我没事，以后你自己出来小心点。你的鞋。哎，哇，不会吧？我是刚买的鞋。哎，真是不好意思，都是因为我。没事，不是一双鞋吗？真是不好意思。我都说没事了。纯子，你稍等，我向哥哥介绍一下你。哥哥，我向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的中文老师，他叫赵寒秋，他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我们就认识了，刚才我的钱包被抢了，就是他帮我的，你应当去谢谢他。我没兴趣，而且你也不应该跟他再来往。哥哥，你怎么这么说呢？快回去换衣裳，晚上有一个重要的派对。小云留洋十年，近日回国拿到了洋文凭，我这个当爹的自然是高兴。今天我要宴请天津码头各界名流，为我女儿接风洗尘，在这儿我向你们的到来表示感谢。小云啊，这是你根叔叔。韩叔叔好。哎呀，我们的小姑娘，哈哈，你的标准是用的方堂哥，还记得我们走的时候？当然记得。袁天先生，请。哥哥，咱们今天到底参加谁家的 party 啊？哼哼，德方洋行买办孟来财的，他的女儿呢，刚从德国留学回来。你们不是一直很仇视对方吗？商场如战场，做不了朋友嘛。当然，那就是敌人了。那见面了，岂不是很尴尬？春子，如果我们想要长期在这待下去，就必须要能够应对各种各样的尴尬。这方面，你应该好好学习啊。嗯。要不我先回去吧。回去？春子，今天晚上全天津的重要人物都会到场的。这是多好的机会呢，嗯，怎么可以错过呢？再说了，我们是得到正式邀请才来的，是不是？袁天先生，春子小姐，这边请。袁天先生到。哎，袁天先生，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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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他叫来的？我没有啊。师傅。是我带你进来的，多事儿、啊。哎呦，孟买办，给您道喜了，祝贺祝贺。我好像没给你发帖子啊，看来是冲着差错了。哎，还得跟先生，要不然我们打道回府吧。不不不，我们俩就是一回事儿。我请您就是他请的。过去的不会不提了，不要提了，我们都一起往前看，嗯，共同发展。对，只有往前看，才能往前。是是是。这个，小袁，你干什么去？我去看看韩秋。来来来，来，我们介绍一下啊，这位是元和洋行的袁田先生，在天津这个地方做生意，不认识他可不行哦。你好，袁先生。孟小姐，你好。来，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妹妹，袁田春子。こんにちは，叫我春子就行了。你好，春子，我叫孟小云。孟小姐，我的妹妹可是特地来参加你的 party 的。好了好了好了，
站站吧，啊，嗯，好，好，回见啊。哎呦，孟太太，你好啊！你好，你好。哎，陈总在咱这边看看。陈总小姐，那边请。给你介绍几个朋友。上来。中国不是有句话吗？不是冤家不聚头。再说呢，我也得来看看你。我说你，你不是说董梦小月回来之前？你要把孟来才生意搞垮了，现在又多了半点时间，让我怎么办？国庆日回家。啊，谢谢。放心吧，不会让你吃亏的。新的回扣，我给你存到正金银行了。这是清单。太太，就是他。事儿啊，肯定是蒙事儿来的。哦，亲戚啊，怎么回事啊？太太，哎，太太你好。啊，对不起，今天我们老爷吩咐了，没有请柬谁都不能进。再说了，今儿都是天津卫有头有脸的人，像你们这样的记者，不在邀请之列，回去吧啊。哎，太太，哎，太太我，赵先生，你让我亲戚，我亲得真丢。赵先生，请回吧。哟，曹大人到了，慢点，哎，慢点。孟太太好啊，好久不见啊，哎，好久不见，你好，孟太太，请里边请。好，走吧。慢走。来了不少人了。谢。哎，我真的是小云的朋友啊，不行。哎呀，曹大人呐，我恭候您多时了，曹大人。您这一来可是蓬荜生辉，你就是会说话。曹大人请，曹太太请，谢，少爷请，葛副官请，北洋督军曹鹏曹大人到，请。哎呀，孟老板，你可真行啊！天津各界的名流都到齐了啊！哪里，主要是大伙儿一听曹大人您要来，所以说来的特别齐。你的宝贝闺女刘洋回来，开这么大一大 party， 我能不来吗？啊，应该来。曹大人，您今天能大驾光临，我们真是太荣幸了。那就好。小云啊，过来，叫曹大人。曹大人好，曹夫人好，曹公子好。你这女儿长得可真是很漂亮啊！什么时间回来的？刚回来2天。那回到这边，你还孟小姐会骑马吗？骑马？像您这样洋派的小姐，不能不会骑马吧？真抱歉，我不会。哎呀，太可惜了。那个孟小姐，如果有时间的话，我带您到赛马场看看赛马，还可以下注，赢好多的钱。下注？对呀，就好比是10匹马，你选中其中1匹，您押1000块钱。好了，儿子，云小姐，这一出去10年，在国外习惯吗？一开始不习惯，但慢慢就习惯了。我在德国的时候，我爸爸就经常写信说我回来一定要拜访您，今天就算拜访您二位了。哦，那你爸爸写信的时候没跟你说你爸爸这么多年是谁在照顾他的生意呀？知道，一直都是曹大人您。我是说以后也请多多关照。哎呀，孟买办这么漂亮的女儿说话了，我怎么能够不关照呢？那你说我怎么关照啊？您就把下一笔订单给孟买办，是吧，小云？
您就答应吧。春子，这个曹鹏就是我们的财神爷，你一定要想办法跟他们父子两个说上话，嗯？哎呀，曹大人，曹大人，啊，曹大人，袁田俊雄给您请安了。袁田先生，嗯，哎呀，用我们中国人的话说，袁田先生，你是属穆桂英的啊，阵阵落不下呀。得知曹大人光临，我怎么能不到呢？我要是不在您面前勤晃动着点，说不定哪天您一高兴，就会把所有的订单，嗯，全都给了孟买办了。老弟，听见了吧？这个日本人呐，是贼鬼贼鬼的，就是想法要多挣我们中国人的银子。放心吧，少不了你的订单。曹大人一言为定。哎，不一言为定也不行啊，我可是知道你的厉害的。说笑话，说笑话。啊，哎，春子，来，见过曹大人。曹大人，这是我的妹妹春子。曹大人，空尼基哇。哦，哎，袁田先生，嗯，你知道出国做生意怎么不带着夫人，反而带着自己的妹妹啊？啊，曹大人，夫人留在日本照顾孩子读书，妹妹呢至今尚未婚嫁，我们又是父母双亡，所以呢，妹妹只好到中国来找我了。啊，那你一定要给你这个妹妹找一个如意郎君哦。那是那是，很多事情还要拜托曹大人。哎，春子，来来来，见过曹公子。嗯，曹公子，こんにちは。哎，儿子。嗯，青蛙，青蛙。哎，你谁啊？放了。从哪进来的？小云，秋哥，阿秋哥！哎呀，你可回来了！阿秋哥，你怎么用这种方法出现啊？实在是太惊喜了！你以为我愿意这样啊？哎，张大人，喝一杯。哎，对不起，惊扰大家，惊扰大家，对不起。小兔子，你这唱的是哪一出啊？我们家有正门。轻点，轻点，轻点！你以为我愿意这样啊？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不让你进来。我这不是想给小云个意外的惊喜吗？这是惊喜吗？没看把大伙儿都惊着了、啊。没事没事，对不起，叫上大家，叫上大家。哎，大伙儿继续啊，继续继续继续。曹先生，请。幸好没被轰出去。嗨，你好 ，Margaret。很精彩的出场，赵先生。Margaret， 我的同行，孟小云。啊，你好，你好 ，Margaret。嗯，来吧。可爱的年轻人，给你们照张相，可以吗？好呀，来来来，哎，春子，来，我介绍一下，春子，小云。你好，你们认识？我是他的老师，帮他辅导中文。真的？这个世界好小啊。Sensei，你跟孟小姐，你们很熟？岂止熟啊，我们俩就是发小，发小就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孩子，别光在这儿聊天啊，那么多叔叔阿姨等着你呢啊！说，